一個禮拜的買嘢買日用品買收納，咁呢間房仲算整好咗，我諗七成到啦，仲有啲細位可以再執下嘅，咁就俾大家睇下我間房一個小小嘅 room tour。首先呢個係門口啦，有個荷葉像冇嘅揮春係我 friend 俾我嘅。 有掛袋嘅地方啦，暫時有兩對鞋啦。門口嘅一入嚟嘅左手邊就係廁所啦，毛巾啦，洗手盆啦，咁跟住就放咗啲日用品喺度啦，抹手巾啦，跟住護膚品啦，一啲日常用品。 仲有一個點緊嘅蠟燭，就令個廁所香啲咯。佢係企乾嚟嘅，咁所以就係咁。有個花灑，佢本身咧裏邊係跟一個架嘅，呢個一個架。咁之後唔夠裝，所以咧我自己就喺 Target 買多咗兩個呢個兩層嘅一個架。 咁就放咗更加多嘅嘢啦，都係一個裝毛巾嘅地方。出到嚟呢，就係間房咯，我好唔滿意嘅就係呢個地氈地咯，咁就好似好多頭髮好多塵喺度都唔會見到咁樣。之後廁所隔離就係一個衣櫃。 有本身嘅間隔有上面一層，下面一層掛衫，咁買咗好多嘅衣架同埋呢一個幾格嘅收納箱、收納架，咁就唔使所有衫都掛咯。咁上面都有一個收納櫃空間。衣櫃呢度轉出嚟就係床，跟住有一個。 朋友寫俾我明信片嘅牆啦、被枕頭同埋一隻我新買嘅公仔，好得意。之後床對出嚟呢，就係書台。其實點解我個床個枕頭喺呢邊而唔係喺床頭嗰個位呢？ 因為咧，其實佢依度係對住一塊鏡嘅，咁如果瞓醒或者半夜瞓醒見到個樣都好似好嚇人咁，所以我就放咗喺依度。跟住床對出呢個位咧就係書台咯，咁就有一個係咪書櫃啊？即係四格架咯。 咁就呢度係Daiso買嘅，就收納下啲首飾啦。呢個膠兜都係Target買嘅，咁就放晒所有化妝品、林林心心嘅嘢啦。之後呢個兜係 iPhone 嗰個兜嚟。第二層啦，香水、墊間，第三層啦，濕條紋、雪片，超好食。 同埋最高就係一啲電子器材，書台面係有兩個插頭嘅，咁之後底下呢都係仲有四個插頭，咁我就連咗好多線上嚟呢，可以一次過喺台面插到好多嘢。咁呢條咁長嘅線呢，其
實是比我睡覺之前可以按電話用的，那它就可以拉到個床那裡。跟住就是很長的台面，有個 tray 啊，放 file， 有書，有些開了的零食，有個暖水壺，跟住呢度有張凳，同埋我夾咧就收埋咗喺呢度。下面就放更多的一啲旅行袋，同埋澳洲好難搶好貴的紙巾。跟住呢度有一個位係類似俾人放行李，亦都可以話係等嘅地方啦。咁呢一袋係攞去回收嘅，分類咗。垃圾桶在那边，这里回收。跟住这个呢就是暂时的一个污衣篮。那这里更多的柜桶。这两格很浅的，放下一些文具。跟住毛巾啊、袜子，这个就放了一些裤。跟住还有一个柜桶，就是在个四格柜的对落，咁就放咗好多纸巾啊、M 巾啊嗰啲啦。咁就仲有一啲购物袋同埋储起咧，买嘢用嗰啲袋可以用嚟做垃圾袋。呢度系仿望出去嘅景啦，好难得 Brisbane 今日落雨。其实我间房大致就系咁。可能之後放更加多的食物，令到它更加有屋企的感覺。這是這個360度完。